Only in progress. Hi. Hi, morning。等一等哈，有一些同学还没有进到来。等一下哈，我们今天是假让我们开始放风度的课程了啊。OK，谢谢同学还没进来，我昨天一个两个在办天宫啊，说今天没有人来了，还是大家不知道今天不上课啊？听说学校，因为 SBM 学生要同学要考试了，说你们有几天是没有上课的是吗？每一个是多个星期啊，维持。王总，到几岁？这个星期全部都是上多个星期会维持到多个星期。太有趣了，像你讲回，等下你讲回，你妈妈可以在有啦，你妈妈不能在，是 OK 啊，有人在你会啊现在。啊，有人在你那时候 transport 没问题了。OK，因为那时妈咪问有人在你回吗？tuition 先的 tuition。OK，好来，今天我这边哦剩下，我还因为我还没有 print 到 hard copy 啊，网课的同学是 hard copy 的这个 form two sejarah 还没有 print 到，因为我昨天才回到 KL。我回去碰到，所以这一个 nota 呢，我会尽量的 prepare，然后 by Friday 星期五，你们可以拿，就是我们丰都的，我们今天开始要上的，与其他的 subject 一样的那个 nota 给你们啦。我这边还有一份 extra 的 for 这个，你们可以拿一下，我这边好像还有，没有啊，你 second。班上同学，因为班上同学只有一点看完三个人，那这边一份也是可以的，还没有卡热啦。Alright, so 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学，要放假了嘛，就是2月多又要放假，2月中放假，放到3月我们开始，然后进风度，对不对？开始进风度啊。
然后，所以现在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开始 focus 在我们的 home do 的 city bus 小所有上，这样也是一样。那我们因为很多东西要 cover home do 的，比 form one 还要多，尤其是数学啊、science 这一些的嘛，很多哦。好，然后 Sejarah 也是一样，Sejarah form one 我们才八个 bug 嘛，对不对？form two 现在有10个 bug 了。更多东西要记哦，我跟你们讲啊，所以我劝告你们呐，劝告你们从现在开始，OK，please，可以的话，Sejarah 天天读啦，OK，做 notary 也好，你们读课本也好，天天读，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要记，尤其是人的名字、地方的名字啊，这些的故事啊。都，这个是我劝告你们的，不然的话你到考试很辛苦，还是要记啊。OK，好不好？所以也是可以吗？你们趁这个2月多的时候，这个假期啊，你们赶快去把这个 box 啊，对我们教到的东西，我们把它背起来。说开学老师进入这个新的 box，第一次考试你就不用怕了。通常第一个 box 考试都是考 box 啊对的吗？给现在做好准备先，赶快。Alright，好，哎。成绩那天上个星期有派了吗？还没有派成绩。哦，不是没上学啦，OK。然后我一等一那天他跟我讲，他的马来文终于 pass 了，恭喜你啊，一等一。哈哈。Alright，so 来说丰都这个史加拉呢，不文字哦。这个第一个 bug 呢，我们的前面的 bug 啊，我们不讲第一个 bug 了，前面的 bug 啊，我们都会 focus 在。克拉加阿的这个阿拉姆莱尤，克拉加阿拉姆莱尤啦，你克拉加阿拉姆莱尤，也就是看到我们，你会发现到我们风外我们读的东西都是很 broad 的。第一开始我们读什么是塞加拉，对不对？然后我们读冰河时代、原始时代，然后文明时代，全部都是文明时代嘛，到达马就伊斯兰。到现在呢，暴读风度呢的塞加拉哦，我会把它缩小一点了。也没有这么多这么大了，我们 focus 在这个阿拉姆莱尤，OK，这个阿拉姆莱尤也就是叫什么呢？这个我们整一个区域啦，我们称它叫阿拉姆莱尤这个区域，就是当时以前的马来区域，我讲是阿拉姆区域，有的一些克拉加安跟他的故事，这是巴萨都读的第一个版，这个时候我们要读到的东西啦啊。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本文啦，给你介绍啦。阿拉姆莱又是什么东西？阿拉姆莱又呢，它其实是一个我讲卡瓦山的一个地区来的啊，一个 area 啦。给、okay, 这个 area 呢，其实是包括了，就是我开我的字下，因为我怕对的东西不用下。OK，这个 area 呢，包括了岛屿的国家，有岛屿的，这阿拉姆莱又分成岛屿，跟普拉湾叫岛屿了哈。OK，我们开我的读书出来。给、okay, 网课的同学，你们先可以先看看啊，听一听先啊，做一些字啊，你们可以写上来还是怎样？我之后我再给你弄到啊，星期五。给、okay, 可不咯，我们叫岛屿。岛屿国家，或者是巴拿马上阿塞德加的，阿塞德加的应该懂了哈、哦，我们主要会读的东南亚啦，东南亚的一些大陆，巴拿马上我们叫大陆。OK，说、so, 这边东西呢，第二个啊，尤其是第二个，你一定要懂的东西，这几个名字就是我们现在 Bab Dua，哎，Bab Fondu Bab Satu 到之后的 Bab，我们会 focus 的 Kerajaan Alam Melayu，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马来这个我们讲这个区域啊，包括这些岛屿跟大陆这个地方啊，我们称它叫 Alam Melayu 当中包括的这七个。克拉加阿拉姆莱尤，我们会一直看到的7个克拉加阿拉姆莱尤当中，包括了湖南、昌巴、西里比加亚、昂哥、马加巴赫、科达杜瓦跟冈加那嘎拉。有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些参考书啦，这个冈加。它的这个呢，那嘎拉它也 spell 错，它有的它 spell 到哪嘎拉去，OK，没关系啦。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它是冈加那嘎拉啊这个国家。诶，湖南长沙、水里加亚、昂哥、马家巴黑、科达苏瓦跟冈加那嘎拉，把它背起来，这七个 Krajan Alamelayu。OK，来，然后他讲呢，这些 Krajan Alamelayu 啊，之后呢，它不跟邦，我们其实怎么讲发展啊，把它当成是发展。哎，不发展嘛，就是迅速的发展。Dan berfungsi sebagai pusat keagamaan dan pusat perdagangan yang terkenal. Jadi, itu semua adalah setiap agama kerajaan alam Melayu. Itu fun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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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 贸易中心啊，为什么它会变成贸易中心？这么出名的贸易中心，这些啦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看啊，这一个呢，你看我们的图啊，那些男班上同学有几份的答案可以看的，这一个 butter 呢，就是所谓的整个这边啊，我们称它叫 Alam Melayu，我们称它叫。Alam Melayu，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地方啦。你看，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是湖南哦，湖南在你那这边，越南这里啊，湖南，然后这个是昌巴，哎，昌巴是也是越南啊，越南的北部了，啊，然后昂哥在这里，昂哥，然后我看那个什么科加多，科加多就是我在马来西亚这边的，在马来西亚这边有两个啦。一个是科达多瓦跟冈加那嘎拉，啊，这两个，OK，然后水里加亚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马乔巴黑，那马乔巴黑就是那比较小，还在这边那角湾啊，苏马达拉岛这里，OK，马乔巴黑这几个地方，Alright，这个你要懂了啊，这是他们懂的啦，OK，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concept，还要跟你讲什么是阿拉马拉语。啊，这边这个一点一这个 bug 呢，我劝告你们啊，真的是要背，因为它像我们还记得吗？我们上次我们读沈佳拉的时候，bug one 不是有很多个人讲什么是沈佳拉，是不是？它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好几个 doggo 他们对于这个 concept 这个concept 其实我们叫概念呐、啊，啊，这个 alarm 啊，又这一个。概念，他们对于他们的看法是什么？OK，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部分来讲啊，阿拉马尤道它其实呢，也就是 Merangkumi，它 Merangkumi 也不叫包括啦，啊，包括呢一些 Gugusan Kepulauan，我们马来文读过了，Gugusan 就是什么群岛啊，群岛。古古三个普拉湾，我们叫群岛，就是很多个岛屿，是不是？你看啊，阿拉姆他是不是这些都是岛来的吗？这个是岛，这也是岛，OK？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达那不萨？怎样讲是达那不萨呢？这个是达那不萨吗？这个是达那不萨吗？是大陆，它不是岛来的。岛懂不？怎样分？哪一个是大陆？哪一个是岛吗？怎样分？这样子话怎样分？哪一个是大陆？哪一个是岛？这个是岛，你要看地图哦，你要看它是不是岛，很容易分的。沙巴斯拉瓦这边是岛吗？是，它是东南亚最大的岛。因为你看啊，如果你要讲分辨的，就是你看它四周围是不是围绕着海的，被海包围着，它就是岛。这边是岛吗？它被围绕着是不是？还是岛？这个是岛吗？这个也是岛，but。昌巴昂哥湖南这边是岛吗？它不是，因为它没有被围绕着，所以它称为它叫做达那不萨，它叫大陆，considered as 大陆。不嘞，没办法啊。But Malaysia 这边是岛啊？不是，因为我们连着这个大陆，所以我们还是大陆。看到吗？马来西亚半岛这个是 Malaysia 是不是这边？啊，说我们是达那不萨，我们不是哥布拉湾，哥布拉湾的是沙巴沙拉湾这边。Right。俩，所以阿拉伯又还包括了群岛跟大陆了。底在哪里呢？在什么 part？我们看这些全部是在哪里？东南亚，对不对？
东南亚，所以他们叫阿在阿塞登拉多，黎巴嫩阿塞登拉的。OK，来，说阿拉马尤哦，它有几个名称呢、啊？我们给你们在其他地方有人称它叫做克普劳马来尤，或者是杜纽马来尤了，这两个。它的另外一个称号，阿拉马来尤也叫做克普劳马来尤，或者是杜纽马来尤。OK，然后为什么我有不同的称号呢？是因为不同的年代啦，不同年代它有出现不同的这个 definition 哦，也就是这样子吧。其实还是 summer 嘛，说同样的意思来的啊。OK，来，所以你看啊，在以前啊，巴达马山的喉路啊，阿拉马来语啊，我们也称它叫本大顺大，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本大顺大，就高飞有读过哦，是不是？本大顺大也就是这边啊，这整个三角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我们讲冰河时代的时候，它是海的嘛，这边它不是海，是陆地的嘛，这边是不是？还有我们称它叫本大顺大，诶，然后杨布布尼伊布萨曼达的 aspect kepercayaan asal usul keturunan bahasa budaya dan masyarakat，也就是说，你看，就是你看呢，它是因为 geography 的问题，地理的问题啊，他们是不是很靠近全部？强巴、湖南、安哥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国家，他们又是不是很靠近？再加上以前哦，他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嘛，好，连接在一起，所以导致到哦，这几个阿拉马尤他们都有这个巴沙马案，也就是共同点啊，他们有这个共同点巴沙马案，什么共同点呢？他们的格布恰亚案宗教，他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区域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这个宗教也是有很相似的。阿萨乌索古杜鲁纳就是他们的这个华语叫什么？他们的我们讲第十种华语叫什么？阿萨乌索古杜鲁纳，你们是讲读过了，我突然想不到华语字。可能讲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啊，都是有这个共同点的。然后他们的巴哈萨语言。讲的话，他们的文化跟社会都很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阿拉马来语。如果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个文化，你可以称为同一个阿拉吗？不可以咯。OK，这个是它的 concept 啊，哎，你要知道的。在这边啊，本大顺庄叫本大顺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这几个共同点啊。clear 这1.1这个 part，那再大家弄清楚啊，什么是高加拉马尤，然后它的名字这些，OK，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个比较头痛的东西啦，就是你要背的，是这样的啊，来，所以我们讲这个 concept 阿拉姆来尤啊，看这个第五这边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这一个方面去进行这个研究。去考量啦，我们可以从这个 geography 地理、巴哈萨跟布达耶，你看，因为我们讲这个阿拉马尤他们有这个共同点嘛，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区域，有同样的语言跟同样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研究什么叫做阿拉马尤。OK，所以我们分第一个 part 看 geography 先啊。如果在 NOTA 这边有点不清楚，这个字是 geography 的，在有拿到 NOTA 的同学啊，这个是叫 geography。地理这方面呢，我们去进行研究，看到吗？大家有写了吗？在你们 NOTA 我发现到有点不清楚了，这个字 geography 写上去一下，在班次的同学。对，行啦，你确定？老凤，我看，啊，你好。Alright，so 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些人了。哎呀，啊，同学，又是人，讲什么？你们要这个异常，我讲这个一定要背哈。你们考试第一次考试考，疯还问这些人呢，在这个包，please 把它背起来哦，现在。所以，我们从地理这方面去做研究，什么是 concept 阿拉马尤呢？有这个人，第一个，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 Professor Emeritus。Professor Emeritus 呢是他的称号来的，
他的班干啦，professor 是我们讲博士，OK，然后叫教授啦哈，这个 Doctor Lim Hassan Suhaimi Nick Abdul Rahman，这么多里面他名字最长的啊，这个人，连 professor 只有他一个人名字叫 pro，不是，他叫 Doctor，就他吧啊，来，so 对这个 Doctor Nick。算了，他想的这个对他的明白啊，什么是 concept alarm you 啊？他说这个 concept alarm you 啊，这个啊，这个 alarm you malibuti 跟 merangkumi 是一样的意思的，malibuti 是包含啊，包含的，你写上去这里是啊，哎呦喂，啊，尤其是你，包含的什么地方呢？dari Madagascar 有 Madagascar 在哪里？Madagascar 哦，在非洲外面。你们看那个，你不是有套戏啊？卡顿的 Madagascar 啊？他说这个 Alamelayo 哦，这个地方呢，是从这个 Madagascar 这个地方呢，一直到 Tanah Melayu 是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大家很难之后你们看到的 Sejarah 啊，Tanah Melayu 指的是哪里？我们马来西亚半岛这里。达纳马来又就是马来西亚半岛啊，他讲从马达加斯加去到马来西亚半岛，还有哪里？巴巴纽几内有什么国家吗？巴巴纽几内，懂啊？如果在这边的话啊，巴巴纽几内哦，就是这一边旁边这边的国家，在这个农道这边看不到了啊。巴巴纽几内，印尼哦，它是 cut 掉一半的那边，它的另外一半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巴巴纽几内啊。然后还有哪里？到 Australia 哦，他讲话，到 New Zealand 哦，学 New Zealand 在哪里呢？也就是在下面，哎，Australia New Zealand，然后 Pulau Pacific hingga ke Taiwan，我还去到台湾。所以在这边哦，你要记什么呢？你要记这个人，他讲阿拉马尤的地区从哪里到哪里，全部要把背起来。这个我没办法跟你讲啊，啊，一定要背。他说阿拉姆拉又是从哪到你啊？马达加斯加去到巴拿马又去到巴巴纽几内，去到 New Zealand，去到 Australia，然后一直到去到台湾那边，整个地方啊，他称它叫做阿拉姆拉又，把它背起来，对吧？我背好了，我背到了，来，我读两遍，我记起来了，你应该可以记到了啊、哦。哎，什么？从哪里？从什么国家开始？马达加斯加先，你去到去达纳马尤，然后往下面去是帕帕努吉尼、Australia、New Zealand，然后一些Pacific 的岛屿，一直到去到台湾。所以你在这边你们要记的就是国产名字、地方名字啊，这个人。来，第二个人呢，这个也是 Professor Emeritus 的，他叫丹舍利。啊，只有他一个单舍利吧？啊，应该是对，一个是嘎多，一个是单舍利啊。你这样子来分呐、啊？单舍利彭德达伊斯马尔古森这个人，他说马来这个鲁尼，哎，鲁尼马来语哦，他是从哪里？从越南的南部啊，Vietnam Selatan 去到柬埔寨。去到缅甸的 Selatan, Segantikra, Malaysia, Indonesia, Brunei dan Filipina。啊，这个 Doctor 啊，这个啥？这 Selatan 属于 Doctor 呢，他觉得这个阿拉马尤是比较小一点的，就是我们东南亚这个国家这边罢了。哎，Vietnam, Cambodia, Selatan, Myanmar, Segantikra, Malaysia, Indonesia, Brunei dan Filipina。这是第二个人啊，他发刚男。来，行吗？行。第三个人呢？第三个人就是唯一一个华人，叫做 Doctor Ding。Doctor Ding Chu Ming，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嘛，还有一个人吧。Doctor Ding Chu Ming 呢？他说，Dunia Melayu 哦，它是一个地区，它是一个高山的。这个地区是很 loss 的，loss 是什么意思？loss 很宽大啦，对，这个宽大呢，包含了马来西亚、印尼、
文莱、新加坡、泰国的南部跟菲律宾啊，它南这个两个人是不是很相似？有时候我们会搞乱它，搞乱它。它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它这边有一个新加坡，这有新加坡吗？没有，所以有新加坡是多根钉的讲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是它，因为你看它讲的国家是一样的，菲律宾啊，还有泰国，这边有讲到泰国吗？没有，所以你这样子来做区别啦啊。OK，所以这个 ding 是讲这几个地方：Malaysia、Indonesia、Brunei、新加坡、Thailand 跟菲律宾啊。我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short form 来记一下。这个 Doctor Ding 是 MMIB，然后 S。TF，然后这个呢是 VAMSMIBF，所以你们 try 就是写下来也是一定一个方法，就是你们把每一个字的前面把它记起来啦啊，然后看你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字，你的方法可以把。记那个文字下来，可以 visit Vietnam 啊，柬埔寨、马缅甸，这个 M Malaysia 其实我们用 MA 比较好啦，MA 啊，不要弄乱，因为缅甸也是 M 啊，嗯，try 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人叫 Abdul Hadi Haji Hassan 啊，这个人他说。阿拉伯的 U 呢，它是一个零公案，OK，零公案 geography of loss，包括了马来岛屿一直去到泰国的南部，这个所以这张图里面最容易记的是谁？就是他。啊，他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包从这个格布拉马来 U 去到泰国南部，就是这样子罢了。他对他的看法啦。OK，然后还有一个外国人，这个叫 Alfred，啊，也是很常问的，就是这个外国人啊，Alfred Russel 啊，Felix，他说，格布拉马来 U 呢，包括了达纳马来 U 一起到 Tenasserim，还有格布拉湾 Nicobar，菲律宾所罗门的岛屿，还有 Papua New Guinea，哎，这个是他的。他的看法，就是第一起吧，背起来。啊，他讲什么？Paraserum、Nicobar、菲律宾、所罗门、Papua New Guinea。不对，这几个人罢了。啊，看个东西先。你想听不懂谁想？一二三四，A B C D，对，没关系。是的，我嘞，就搞飞啊。好，来，我看一看那个拿铁汉啊。虽然讲那些网课东西没拿到啊，你们看我拿铁汉班上同学这一个第二面这边。这个一点一的后面，no，这份一点一，你看到吗？Practice summative 一点一，yes，就在你们的第四面，你拿到 nota 的第四面啊，一点一。来，刚刚我们是不是讲到那几个人，对不对？多个人呢？这五个人讲关于，好了，马 U 那里边的 aspect geography，所以你们可以做 A B C D 这个这四题。
A、B、C、D，你们觉得它是属于哪一个的？网课你们看我这里写了 A、B、C、D 啊，定罢了。如果不记不得，记不得的话，可以看回前面呢、啊。来吧，知道，好了，所以第一个人是谁？他想这个达纳马来语哦。是从马达加斯加去到达纳马来又巴巴纽几内、澳大利亚、纽西兰、哥布兰、帕斯菲，还有知道去台湾的，就是那个第一个人啊，我讲的，还记得吗？他名字最长的，对不对？Jo Professor Emeritus Dr. Nick Hassan Suhaimi Nick Tuprahman，他讲的。哎，他这个人，哎，第二个呢？这是最短那个人啊，对不对？他讲他的那个他的 definition 还有个答案，yes，他叫哈，哈吉哈桑啊，对，哎，他讲他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包括了马来岛屿一直到泰国的南部，背起来啊，给啊，来 C 的呢，啊，这个我们讲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越南、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布鲁奈跟菲律宾啊，这他也是谁？他叫丹舍利讲的，是不是？After 那个 Doctor Nick Hassan 的那个人啊，知道吗？他叫丹舍利，Pendeta Doctor Ismail Hussain。OK，然后第四个呢？啊，有德拉斯林呢，尼哥巴拉、所罗门、西到巴布尼尼，这个人是那个，yes，那个外国人啊。So，丁在这里有一个都没有，Doctor 丁是讲什么？Doctor 丁是讲，啊你马来西亚，你现在有新加坡都是比较不一样的，新加坡，然后文莱，菲律宾。还有这个泰国南部啊，我记得了，记得啊、哦，对啊，so 飞起来，我的妈，怎么？看到我看，OK，来，objective 也是可以，objective。Objective 的一二三呢，可以做。Objective 的十度读几个？啊，Objective 呢？等下我来问网课同学，后面别人回答我。都是别人。三，第一题到第三题吧。
诶，我刚刚才讲过第三题哦，一个人，好了吗？网课同学做到吗？走，我看一下第一题，我给浇水啊。你的 name 第一题，Tenggara benua阿拉伯Asia。，OK，阿拉伯呢有包括了一些gugusan kepulauan tanah dan tanah besar di bahagian benua dengan cuma jambu Tenggara benua Asia 对，东南亚这里啦。给第二题是谁啊？第二题是诺言，刚刚好是第二个。看到吧，给、okay, 啊，本代孙大这边有什么共同点啊？我想开讲的。给、okay, 巴哈萨跟布达耶，除了巴哈萨布达耶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是共同点呢、啊？有几个吗？不是？什么？九八 B，不打水漂哦，可不加压案有没有？他们的信仰还有阿萨乌索，还有一个，也就是马沙拉干，诶，还有一个吗？古达耶咯，古达耶马沙拉干，就这几个了啊。我们的共同点，所以是 A。给第三题是 Jenny 来 Jin，哎，不是 Jenny，为什么是 Jenny 的？Antara berikut tokoh yang manakah mengemukakan pendapat berikut?啊，所以是谁？他讲过这几个地方的，到底是谁B。？B，哈迪哈算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他讲马来岛屿去到泰国的南部是哈迪哈算，也不可能是他。Russell Wallace 呢，也不可能是他，因为他有讲到那里所罗门的啦、Terrace Rim 啊，对不对？然后只是这样，有读到这个人吗？没有，不可能弄错呀，是 Doctor Ding。我刚刚才讲的 Doctor Ding 呢，他是有这个新加坡这个字的，看到一有看到新加坡人就是他，啊，这样子来记啦，新加坡 Doctor Ding，可以吗？好嘞，好啊，OK 啊，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好。来，我们看 next one，我们看巴沙的。刚才我们讲完了 geography 吗？以 geography 来对阿拉马尤的看法，现在我们以巴哈萨这个方面去看这个 concept 阿拉马尤。哎，这是巴哈萨，写上去不清楚的话，再弄大了。巴哈萨。网课同学，我看哦，我会 bring 我这一份我写有华语字的给你们的啊，这个过后你不用写了咯。读书但没有英语，你给我搞错，什么一个学生？B 没有。OK，来，马萨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怎样讲呢？可是阿拉伯，因为我们也可以从语言这方面来去进行研究，怎样呢？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使用同一个语言啊。阿拉姆莱语的话，他们都是使用共同的语言。如果用共同的语言的话，我们才讲它是什么？我们是同一群的。所以呢，他们用什么语言？关于呢，巴哈萨姆莱语，yes，OK，他们用的是巴萨姆莱语。你看吧，印度尼西亚是用巴哈萨姆莱语。泰国有没有？泰国也是有的吗？啊，文莱、缅甸这些，你看有一些语言。Vietnam，我你看很多还改掉他的自己语言了。菲律宾，你没有听过菲律宾吗？菲律宾哦，你注意听，看有一些菲律宾的话，还有菲律宾的语系啊。有时你听他们讲话，诶，有时我会明白他意思的哦，因为他有一些字啊，是跟马来文是一模一样的，菲律宾的语言。因为它也是关于到马来文啊，我们所讲的，哎，巴沙马来语，OK，所以在这边呢，他给你介绍了，哎，巴沙马来语哦，
因为我们讲全世界这么多人，全世界这么大，有很多个不同的语言嘛，对不对？所以他说马来文哦，我们可以归类为其中这个 part 叫 Bahasa Austronesia，我们把它归类为这个属于 under 这个 Bahasa Austronesia 啦。OK，然后 Bahasa ini merupakan antara dua ratus bahasa yang diperuntukkan di alam Melayu.